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بسم ا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各位观众大家好，当启示结束之后，安拉的使者说了那斯人会怎样，我们试想一下使者说了那会怎样呢，怎样一种状态，很简单，把你自己设想在这样的场景。 我们试想一下，深更半夜，在荒漠当中、山洞里，突然间你出现了这样一番景象，你会如何是好？你会怎样？安拉的使者算那什么就会怎样。如果换做我们任何一个人，在这样的状态下看到这样的一种场景，经历这样一个场景的话，会吓得魂飞魄散。 安拉的使者算那什么也不例外。当启示结束之后，先知二话不说，立即飞奔出山洞，马不停蹄就直奔家里面，太害怕，太恐惧。这到底是什么？就是，然后一进家门，使者算那什么说的话是什么？扎米鲁尼，扎米鲁尼，把我盖起来，把我盖起来，就害怕的要躲到被子里面，拿被子把自己裹起来。 不敢面对啊！那你想，安拉的使者算那他并不是一个懦弱的人，他并不是一个胆小鬼。使者算那他在少年时和青年时所表现出来的品格是诚实、勇敢、刚毅的人，而且他是一个40岁的成熟的中年人，他可不是一个小孩。但是你看这个场景表现出来像一个小孩吧？一个小孩如果受到惊吓，大家想一想，在房间里面，如果你突然间把灯一关或者突然间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吓他。 那小哈立刻吓得躲到被子里。安拉的使者算那那什么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说明什么呢？说明人他内心当中的这种惊恐不安已经到了极限了，表现出的像一个孩子一样，一回到家中就说：“把我盖起来，把我盖起来。”就让家人拿被子把他盖住，躲到被子里面。你可以想象一下，什么东西让一个40岁的中年人，一个成熟稳重，而且勇敢坚毅的中年人被吓成这样？ 就说明安拉的使者算那么所经历这个场景已经不是说像梦一样，而是真真切切的让他感受到非常的可怕震撼。那么为什么这么害怕呢？他又向我们告诉了一点，就是使者算那拉赫勒在此之前从未想象过他会成为一个使者，他不是有目的的、有准备的说，我认为我就是人类的使者，等着将来有一天一旦得到启示，我就要去拯救人类。不，从来没有过。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先知使者的圣品啊，这种地位是无法靠人力去谋求的，任何人都不能去谋求。你不能说中国人所说“天将大任以斯人也”嘛，然后我认为我这个人将来就是一定是一个伟人，一定是一个使者，一定是一个先知。不，人无法去谋求这种地位、这种品质，人永远无法去谋求想要靠努力成为一个先知和使者。你可以成为一个学者。 你可以努力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甚至成为一个伟人啊！人们心目当中，但是任何人都无法靠自身的努力去想象或者实际成为一个先知和使者，不可能。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阿拉的使者算那拉赫勒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成为先知和使者，他也没有料到，这才是正确的。那你说怎么没有料到他那么伟大和优秀？不，凡是人一开始就想成为一个使者和先知，然后去努力的去。 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使者和先知，这往往都是虚假的。真正的使者先知都是自己没有想过，但是阿拉斯巴罕的就选拔了他，他并没有说有目的的要去展现出一种或者要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使者先知，没有。所以他这是他意料之外的，他才会恐惧。当他的妻子哈蒂查拉多勒夫安娜将被子盖到他身上时候，慢慢的他平静之后，妻子不可思议，觉得很反常，自己的丈夫不是这样的人。 就问安拉的使者算那拉赫勒，等他平静之后说：“你怎么了？怎么会这样？”使者算那拉赫勒，第一句话说：“海蒂柴，为我自己担心，我为我自己害怕，我担心我自己。”你看安拉的使者算那拉，这个时候他表现出来是什么呢？他说他认为他肯定是遭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被魔鬼给缠上了，比如说。所以他说：“拉克德黑夫图阿拉纳夫西，我很为我自己担心啊。”
然后他把他的经历告诉了哈蒂莎了，轮到完了，那么说哈蒂莎就来劝慰她的丈夫，但是怎么劝呢？哈蒂莎说的话非常的英明，他说 والله لا يخزيك الله أبدا。 哈蒂莎对她的丈夫说，指安拉发誓，安拉绝不会让你遭受屈辱的，就是你这样的人不会受辱的，不会丢人的。你同情弱者，乐善好施，伸张正义，你这样的一个好人不会有任何屈辱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你这样的一个大好人不会有恶报的，好人一定有好结果，好人一定有好报的。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一看哈蒂扎拉朗老瓦尼哈的聪明，同时他对使者索朗老瓦尼哈的了解，他相信不管你遇到了什么，你是好人没有变，我最了解你，你是一个非常善良诚实的人，勇敢的人，只要你是好人，我相信好人有好报。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启示，没有古兰经告诉他们他是使者，没有未来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哈蒂莎就能说出这番话，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就是对我们作为已经清楚明白自己的信仰，有古兰完整的古兰经摆在我们面前教育我们，有使者算了闹上了不停地在教育我们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去想我们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只问自己是不是一个好人，如果我是一个好人，古兰经的教导我遵循了，使者算了闹上了教导我坚持了，阿尔哈姆杜林拉，你放心，好人必有好报。但如果你不是呢？所以说啊，在这个社会，在今天啊，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我们身边有着太多太多的不可思议的灾难危险，让我们时时感到不安，不知道我接下来会面临什么，不知道我们将来会面临什么，不知道我的家人会面临什么，不知道我的孩子将来会面对什么，等等等等。你看车祸、灾难、疾病、天灾人祸等等，不停地在发生，人们被不同的事情困扰、威胁，传染病、人伦丧尽、人自甘堕落等等，我们被不同的事情威胁着，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种恐惧对未来的，都在为自己和为自己心爱的亲人们担心，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生活周围越来越多的危险开始暴露，越来越多的不安开始出现。过去如果我们家里面的一个丈夫早晨出门去上班，在社会安宁的时代，我们没有太多的担心啊。那么他去上班之后对家里面也没有太多的担心，但是今天呢，有可能去上班也会遇到很多危险，交通事故啊，这个然后比如路上有这个杀人抢劫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频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未来担心，为孩子的未来担心，但是我们又不能去左右，不能去预知，越来越多的担心在今天，我们需要一种勇气，一种信念，让我们对未来不再恐惧，或者说减少我们对未来的恐惧，让我们可以更安心的生活。而这种勇气和信念来自哪里呢？你看哈蒂扎拉朗拉瓦尼哈在这里教告诉使者索拉拉的，安拉绝不会让你遭受屈辱，你是一个乐善好施、慷慨正义的人，你不会有遭遇不测的。那么在今天，我觉得我们要需要一种信念，一种勇气，来克服我们对未来的种种不测的恐惧，有很多种方法，对安拉苏巴汗诺的托靠、祈祷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条，那就是始终坚持做一个好人。我始终坚持做一个遵循安拉的教导、遵循使者（算拉拉斯）教导的好人，我就相信我一定有好报。在今世当中如此，在后世当中也如此，我就坚信安拉苏巴哈诺特拉会赐名我，我始终坚持做个好人，我就坚信我不会遭遇到令我耻辱难堪的事情，安拉会护佑我，
好的，这一节课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下一节课我们再跟大家继续分享。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我是杨云飞，伊布拉欣。你们正在收看的是和平卫视中文台。Peace TV， 人性的解决方案。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那你对未来的恐惧会越来越不安，越来越害怕，这种恐惧就会被放大了，因为你没有去坦然地面对未来的勇气。你问一问自己，像你这样的人会有好报吗？会有好结果吗？你未来会是好的吗？那么你如果你是一个处于罪恶中的人，是一个坏人，当你这样问自己的时候，你会为未来感到害怕。真正折磨你的不是现在，是对未知的恐惧会让你不安，你要怎么活下去，你的结局将会是怎样的，令你痛苦不安，令你恐惧。所以当哈迪查拉德拉法安和安慰完使者算拉拉法安了以后算了之后，第二天他带着自己的丈夫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算拉拉法安找到了他的一位堂兄叫瓦尔格图布诺芬，这位堂兄在当时的阿拉伯社会是属于一个学者，他精通当时希伯来文的圣经，知道传统的帖体，早期的帖体的启示当中很多记载，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很虔诚的一个人。当使者算拉拉斯勒们找到他之后，哈迪贾对他说，对这个瓦尔格图布诺芬他的堂兄介绍了自己的丈夫是安拉的使者索拉诺斯拉，然后哈蒂查对先知说道，说对瓦拉嘎对他的堂兄说道，说兄长啊，请你听听你的弟弟你的表兄弟的经历吧，他遇到的事情。这个时候瓦拉嘎就对先知索拉诺斯拉说，孩子你经历了什么，你遇到什么了，你发生了什么，你告诉我，你看在这里多好。我们说学习使者索拉拉和萨拉姆的生平，你要从每一个细节上去体味它。哈迪查拉的拉法呢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一生在使者索拉拉和萨拉姆心中的地位没有任何人能取代，甚至安拉的使者索拉拉和萨拉姆在她去世之后，麦地那的十年当中时时怀念着哈迪查，时时表露出她对哈迪查的思念，这样的思念甚至让使者索拉拉说后来的妻子阿伊莎的拉法呢都不愉快，都不高兴了，就是也就已经是一个完人已经过去的人了，你为什么还要恋恋不舍地怀念他思念他。甚至安拉的使者索拉拉说有的时候会让家里面的人做一些食物送给海蒂查过去的那些女伴们，凡是曾经跟海蒂查关系亲密的人，安拉的使者索拉拉都对他礼遇，给他很高的尊重，以表达对海蒂查的怀念。他在使者索拉拉斯勒心目当中的地位啊，无人能及。甚至有一次，阿伊莎拉的拉法呢，就说出了不太礼貌的话对哈迪查，因为感觉到阿拉的使者总是在怀念哈迪查，有些不愉快，他自己不高兴，他就说出了一些话不太礼貌。阿拉的使者索拉拉斯勒对哈迪查、对阿伊莎说：“说阿伊莎，你不要这样说，在所有人都我无家可归的时候，是哈迪查给了我一个家，在所有人。”都耻笑嘲笑我抛弃我的时候，是他在支持我和接纳我，只有他为我生儿育女啊。所以你看阿拉的使者算到那什么非常尊重哈迪查，非常怀念思念他。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哈迪查一个伟大的妻子，优秀的妻子的了不起。你看他把使者算到那带到他的堂兄这里，然后他说，堂兄啊，你听一听这个我丈夫的经历，他遇到事情麻烦了。这个时候这个老人是一个盲人，眼睛看不见了，他转过来到使者索拉拉斯对着使者说，孩子你发生了什么告诉我，让我听听。你看海蒂查多么了不起，在这里可以看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他将他的丈夫带来接他的堂兄，
按理说他跟他的堂兄的关系是更亲密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女人带着自己的丈夫去见自己的亲戚，往往需要描述什么事情，我们说女性都比较喜话稍微比男性要多一点，尤其在亲人当中，在熟悉的环境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哈迪彩，你看常规情况下哈迪说，哎呀堂兄呀，我们发生大事情了，我丈夫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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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了这样一个事，你说怎么办？习惯上应该是这样的，是不是？我们只要大家每一位这普通的人回忆一下自己的生活，就能够想象得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如果他们去借的这个人是与妻子这一方的关系更亲密更熟悉，丈夫反而变得有些生疏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妻子就会很主动地把事情经过说出来。但是海蒂却没有，他说堂兄啊，你听听我丈夫的经历，他遇到事情。这个时候这个老人才说，孩子把你的经历告诉我，你遇到了什么。你看哈迪扎的那会儿没有抢先自己的丈夫去表达说，哎呀我们遇到了大事情啊，怎样怎样怎样，没有，而是让使者算了那是他们自己去说。大家不要小看这样一个细节啊，这都是非常英明非常聪明的女性才能知道才能做得到的。它能够包含了什么呢？第一，它向我们透露一个信息，就是哈迪扎的那会儿呢非常知道尊重自己的丈夫，使者算到什么？即使他的年龄比先知更长，他也比先知更富有，但是他非常尊重使者算到。所以你看这种情况下，他就把话语权交给使者说，你听听，你的介绍一下，就是这是我丈夫，你他遇到事情了，你听听他的经历，让他告诉你。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老人才问使者算到什么。你看让使者自己说，很尊重。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做不到吧，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一个细节，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做不到的。很多女性比如说带自己的丈夫到娘家，或者说去拜访什么亲戚啊，要谈什么事情啊，肯定不是这么重要，比如做生意啊，或者家庭当中很多事情，可能一进家门之后，这个作为妻子的女性们就开始了，哎呀今天我们来找你是有这样一个事情，要我们要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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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你看你给出个主意，或者你给想想办法，这个时候就把丈夫就晾一边了。或者她说完之后才说，你说是不是啊，这个才礼貌性的问丈夫一句。那么这个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说他是主角那样。但是在这里哈迪扎你看很有分寸的介绍完之后，就让阿拉的使者算到当中去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哈迪扎这样做？他表达的是对使者的尊重，还有他对使者的爱护。为什么呢？因为阿拉的使者算到当中给哈迪扎讲的这些过程，他是他最心爱的妻子，使者没有保留的告诉了他，他遇到了什么什么什么怎样怎样怎样，把全部都告诉了哈迪扎。但是使者是不是希望别人也知道全部呢？那就不一定了。使者对别人讲的时候，会不会像对自己的妻子讲那样坦诚不公，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内心思想情感都暴露出来呢？还是不会？那么假如有哈迪扎来叙述这些事情，如果他叙述的不到位，没有使者算了那么的完整，使者不能把整个事情叙述清楚讲清楚，这样的话也不好。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如果他忠实的讲述，但是有的部分安拉的使者算到那算不想让外人知道，这很正常嘛。那他如果把握不好，就会让使者难堪啊。毕竟夫妻之间的对话和外人之间的对话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种方法。那么如果哈迪莎去讲，他怎么知道安拉的使者算到那算想让对方知道多少呢？因为这些事情可大可小，所以他让使者自己说，也就让使者自己把握分寸。你觉得哪些东西可说，哪些东西不可说，哪些东西要说到什么程度，你自己把握分寸。看见没有，对使者的尊重和爱护。那么今天我们现实当中也有嘛，比如举个例子，一个丈夫跟自己的妻子说了一件事情，比较复杂隐秘的事情，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他们两个夫妻之间的感情和睦相互信任，丈夫在对妻子说的时候是毫无保留的坦诚的，甚至把自己的心态情感都暴露出来，妻子听完之后，那么如果他们说这个事情我们决定不了，需要去问一问哪一个长辈，问一问哪一个什么专家等等，好，两个人去问了。那如果妻子在讲述这个事情，尤其这个事情涉及到丈夫的隐私，比如说或者等等，如果她再向丈夫给她讲一样毫无遗漏的，然后再把这个事情再讲一遍的话，有可能有的东西讲得太过于
暴露了，让丈夫难堪呢？也并不是说阿拉的使者算当中会欺骗这个老人，还地产的堂兄，不是，而是同一件事情，夫妻之间的表达和朋友之间的表达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他把一件事情讲给自己心爱的妻子听，用的方法，表达出来的情感心机，内心的思想，与他把这件事情讲给一个长辈是不一样的一种表达方法。有很多东西是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的。所以你看哈迪扎拉的那话呢，干脆他就不说，他让安娜的使者说那那是呢自己去说，一方面尊重他，一方面爱护他。然后使者说那那和圣人就把他在希拉山洞当中的这个经历，令他不安恐惧的这个经历告诉了这个瓦拉嘎。当老人听完以后被深深震撼了，他说了这样，他说瓦拉亚的那穆萨勒迪那兹拉的穆萨，他说指真主发誓，这就是曾经降临穆萨的这个位天使，就你遇到的在山洞当中遇到的这个，他就是曾经降临穆萨使者的这位天使。你看就肯定了安拉的使者算拉诺遇到的这个场景，你不是遭遇了恶魔，不是魔鬼的侵犯，而是一位天使来到你。那天使会来到谁呢？在基督犹太的经典当中都有记载，天使只会降临那些安拉苏哈诺特的选拔的使者和先知。所以这个时候对方已经认定穆罕默德是使者了。于是你看从后面瓦拉嘎的这番话当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瓦拉嘎紧接着对安拉的使者算拉诺算那么说，但愿我现在还是一个年轻人啊。他确定使者的身份之后，他说但愿我现在还年轻力壮，那样的话在你的族人驱逐你的反对你的时候，我能助你一臂之力。你看这个基督教徒啊，这个瓦拉嘎现在信的是，他是一个基督教徒，他接受的是古希伯来语的圣经的教徒，在那个时代也算难能可贵的有一些正确信仰的人。他对使者算当中说，但愿我现在还年轻力壮，那样在你的族人驱逐你之日反对你的时候，我就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安拉的使者算拉拉算听完之后不可思议，说哎，我们何里这样乎？使者说他们会驱逐我，他们会驱逐我吗？就是使者算拉拉算他们的意识当中不可能的呀，我从小生活在他们当中，我受人尊重受人爱戴，我一直是一个高尚的有品格的人，麦加人都很尊重我很喜欢我，怎么会来驱逐我，怎么会反对我？所以使者不可思议的问他，哎，我们何里这耶乎，他们会驱逐我？这个时候瓦拉嘎对他说，任何人只要传达你所受到的这些启示，就是你听到的这些话语，他就一定会受到族人的驱逐，这是禅道。好，下一期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谈。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